各位在座的长官及朋友们，大家早安。好，我们是快乐伙伴和寻得伙伴，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边和大家共决善言。希望在今天欢乐国庆的日子里面，是国家100年的生日哦。希望在今天的活动当中能带给大家快乐。首先呢，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钟副理长来帮我们做几个简单的致辞，我们欢迎钟副理长。大家早，能听到吗？很高兴哦，我好像碰到假日的时候都常常有表演来，你们很幸福哎。那个今天很高兴，好像有就是安排了，等一下有庆祝活动嘛哈。国庆日还没到，可是就有两个爱心团体要来为各位表演。我们今天有来的是快乐爱心义工队嘛，还有一个是台湾寻得慈善会。我们今天的表演听说很精彩哦，有90分钟，所以等一下大家要把那个注意力哈、哦、集中在这里哈、哦。欣赏一下他们的表演。那在这表演之前，我们先感谢这两个团体为我们带来这么快乐的活动。首先我们请到了快乐爱心义工队来帮接受感谢状，欢迎我们的曾先生，欢迎上台接受我们的这份荣誉。再来，我们请到了台湾寻得慈善会的周小姐，也接受我们这份荣誉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首先请到我们快乐爱心义工队的曾先生来帮我们做简单的致辞。我们巴黎表演院的所有的全体同仁，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表演啊，服务的机会。希望今天早上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快乐啊，度过美好的一个上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现在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为什么要这么讲？因为佛祖常在讲说，天下都是一家嘛。那我今天来这个地方，真的是一种怎么样？是这种因缘，是很算很特殊哦。今天也是因为爱光快乐爱心义工队呢，他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能够来这里跟大家结这种善缘哈、哦。啊，等一下节目非常的好看，我希望说大家能够提起精神，好好的看。谢谢各位，希望你们今天大家能够过得很愉快，谢谢。谢谢我们，谢谢我们的台湾寻得慈善会的周小姐，让我们做这个精彩的致辞。我们常说，今天是我们国庆100年的生日，也是100岁的生日。在100年的岁日当中，经过了风霜雨打，终于建设我们台湾建设的美丽。所以，我们应该用最热情、最奔放来庆祝我们的国庆日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开场就是由我们的燃烧吧火鸟，希望我们的热情来展现出我们国庆佳节的乐趣。我们欢迎燃烧吧火鸟。